会浣熊毛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是一般肌的话是 OK 的，嗯，但是如果敏感肌敏感的，像张真是这种叫豌豆公主，就是比较很敏感的女生的话，嗯、这款我就会建议你要 pass 它，对，因为它是有混羊毛跟混浣熊毛的，但是。嗯如果你是一般肌，就是大部分毛衣穿起来都不太有触感，或是像这种手工羊毛大衣，你单穿你也不会觉得刺痒的话，基本上这件毛衣是 OK 的，你可以直接穿。它有总共有五个色，浣熊毛这款张真现在身上是燕麦杏色，然后这个是玫红、玫紫、玫粉、玫色就是。什么玫果色？玫果色，嗯，就它颜色，我觉得我这次颜色里面，我意外喜欢亮色还蛮多。对啊，玫果色还。然后这个是土耳其蓝，我觉得它有点没有那么土耳其蓝。嗯，可能因为是毛料的关系，就是它的毛料看起来没那么土耳其蓝。嗯，好。然后这款是可可色，可可色，然后这个是好好看，然后这个是灰色，灰色，基本上这款都还蛮颜色上都还蛮漂亮的。嗯。我自己是意外最喜欢这两个色，我觉得它穿起来很衬肤色，嗯，很衬肤色。但是我如果自己要买的话，应该是买可可色，比较好搭。对，比较好搭，比较好搭。但如果是什么过年啊、喜气啊，就是这个眉粉，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嗯，穿起来气色很好，然后又显白。大家可能都在留言，喜欢，对，可能没有要跟我互动的意思，没有想要理我的意思。那它版型是圆领的，基本的圆领。对，那袖长的话也大概是，就大概到手背的一半，浓袖这样子。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把长度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裙子是暖日格纹 A 字裙，那它有两个色，嗯、它有两个色，它是 free size 的哦，然后 S 到 L 号身型都可以穿。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像这样子的后松紧，对，后松紧。那它是，咦？扣扣，对啊，我这件红色才是瑕疵。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它其实这样子穿起来，就是本身是这样。我们后退一点，嗯，这样 IG 看得到吗？对，应该可以吧。好，那它其实打开来是这样，就是它里面有一颗扣子，它有一颗扣子，所以打开来会是这样。嗯、然后它的腰围空间就很大，就是 S 到 L 号身形都可以穿。那如果你是比较瘦的女生的话，可能会建议你要稍微改一下扣子的位置，就再把它扣起来，或者是扣子再多一点。对的，你可能就是再改一下，就给阿姨改一下那个扣子的位置这样。然后是扣起来以后，里面还有再一颗扣子，然后再把它扣起来以后，侧边再把它绑起来，就会是张真现在身上的这样。然后因为我像张真这样穿的话，我会帮她再绑紧一点。嗯，嘿，请呗 ，OK。那你快穿了，嗯，你快穿了，哦，没事，是手臂而已。我穿了吗？手臂啊、哦，手跟前胸。啊、哦，你脸有往后，脸有，脸有看到一瞬间，把我的口罩拿来，没有化妆真的很烦哎、欸。没有化妆，就是不想要露出来。那这次刚好摆太出来了，好烦哦。然后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穿起来会是像一片裙的感觉，但它其实是一件。嗯、这边会有一个交错的这样子。对，它其实是一件这样子。对，没错。嗯，然后两侧是有口袋的，口袋加分。没错，它是有加分的口袋，然后穿起来就是 A 字裙。A 字裙的版型，那它这边就会你想要勒多紧就勒多紧、嗯，你也可以再把它穿高一点或穿低一点也可以，高腰裙也可以。嗯，主要就是你可以自己调整那个扣子的位置这样。我觉得这件很友善，就是之前因为就是秋冬款都会有很多就是这种格纹或条纹的这种裙子，然后大部分都是拉链式的，嗯，所以就是会。有尺寸限制，对，尺寸限制，而且或者是我腰如果跟屁股要合的话，会有点难。你那一件，对我裙子都会掉在下面。对，然后我觉得这种松紧就是很友善，我们这种就是腰比较细，但是你的屁股又想修饰的人。嗯，对。然后它的布料是像这样子的，是像西装布料，然后厚度是比较偏秋冬的，嗯，是比较偏秋冬的厚度，但我觉得它不是毛料的那种厚，对，它就是西装的那种布料厚度，没有到毛料。嗯、然后里面是有内里面有配内里，大概到大腿
对，大腿，欸，膝盖，膝盖上的位置，膝盖上，对，大概到膝盖上的位置。然后这个版型我是觉得还蛮实搭的，就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搭，普罗大众的上衣都可以搭，就素色的，啊，因为它是格纹，休闲可休闲可正式。哎，欸，搭紫色大衣会不会怪怪？我来配一下看看，可以。会不会颜色很妙？不会，我觉得搭起来蛮好看。这大衣真的很美，欸，对啊。这种大衣就是搭什么颜色，我觉得其实都搭蛮起来。这真的是特殊色大衣，嗯，就是很难得，很好看，很难得有适合的特殊色大衣。真的。好，好 ，OK， 那我们就下一套喽。裙子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颜色很好看，酒红色吗？那你要比一比看，它是酒红色，咖啡色讲错，它是咖啡色，因为它有带蓝底的这种，我觉得很好看。穿很多吗？瞬间而已。